Windows Phone 7 听日登场 ，Smartphone 三国大乱斗。本来得 iPhone 同 Google Android 手机互联嘅 Smartphone 市场，听日开始杀出微软呢一个程咬金。事关同 LG 合作推出全港第一部行 WP7 嘅手机，唔止睇得，仲好打得。我哋有个全新嘅界面啦，系上面我哋用咗一个好特别嘅，我哋叫即时方块，即系 Live Power 嘅模式去安排我哋入边啲功能嘅。其中一个系 People Hub， 将 Facebook 等社交网站放晒入去，一 click 就即时玩。而 Xbox Live 也正式在这部手机登场，机迷可以随时随地打翻铺啦。讲到最方便，莫过于这个 Scan Search 程式，影下个天，天气资讯即时入手。将个手机镜头向住地面，就会用一个雷达模式的标示，显示不同的 POI 啦。咁白色嗰点就是你的中心啦，咁围住你的附近就是一些潮流飲食的地区。拍摄方面，除了支援16:9的高清拍摄，仲可以玩埋360度全方位拍摄。程式会指示你影5张相，再合二为一，用嚟影风景 fit 晒。部机仲行得顶级 U， 难怪炒机专家试完都话部机快到拍得住 iPhone。新机定价5000有找，短期相信会炒高20%，卖到6000。